好，这边来看一下小陈的格局 ，MRC 对阵加的第二局。下半场果然啊，如那个佟大爷说的，这边是那个终点来抓飞鹰家。这把的话，小陈他这里带的是个闪飞行家，第一波喷射背包交掉的这个中间间歇能不能起一刀？能起一刀就是60秒的击刀。这里悬停开大喷，好，这波大喷没有任何问题啊，拉开了非常大的一段距离，可以再绕着这边的交互点，并且一个板弹加速。这里小陈回溯过来，闪现还有10秒钟，这个机会点有吗？有吗？再交一波喷射背包，然后进交互卡板子砸个头没中也可以了，一分钟已经超出，然后交闪现倒地三个道具交完。如果说这波板子砸了呢，就是优秀，没砸板子呢及格往上到良好。就这个前指飞鹰家这边一定你说不了他有问题，就没有任何问题，但是呢毕竟那波博弈被抽刀抽中了就有点亏，因为这个点抽刀抽中以后呢，穷者这个真胜面你就比较难写了，机子本身就不够，就如果说刚才那块板子能卡住的话，可能是就有机会一波六三台飞轮。这边翻过来飞轮顶一下救人，救完人以后交枪吗？这波交枪其实也没有能够有那种逆转式的交枪，因为这个飞行家他没有能力266起来的。哎，等会儿不能去追空军吧，追空军这个局就不一样了。在这里小陈这波吓我一跳，他但凡去追空军，我觉得这把穷者可能有反转的余地。现在的话飞鹰家这边吃一个加速往前走，进前面的板，这块板子能创造奇迹吗？没有。这个板子呢砸个头好像这个飞鹰家也转不了也转不走了，野人这边过来救人，应该是一个三人开门战，小陈保平真胜啊。过来一个抽刀没中，回头做防守，能抽倒的话这把小陈赢了，就把这个空军抽倒的话这个局赢了，因为密码机要再卖很大一轮。现在嘛这边野人吃刀救下来，其实野人这个时候要回头就把这个空军状态给补了的，这个时候不能有两个人在外面是残血的状态啊，两个人在外面残血的状态，这边找到空军，我说实话击倒了，即便不倒遗产机，这个局小陈赢面也很大，所以这波补状态是一定要补的。相信我，这个飞鹰家挂飞的时候，等会儿他们两个在抢机子，抢机子，哎，抢机子不好吧？抢机子不补状态吗？野人、空军拉开，野人刚才这边跑过去把这空军状态补了。可以的吧，这状态不补，这状态不补真很容易出事啊。小陈切市场啊，这市场也没有必要吧，这叫市场有那么一点点堵。哎呦，空军运气真好啊，摸了根针，哎，这根针可太舒服了，这根针这样的话外面就是两个满血，没有这根针的话空军如果是这个半血他就一直会是一个隐患，就空军什么时候倒地小陈什么时候开始争胜的那个节奏点。当然因为小陈这边切了个市场呢，如果说穷人真把密码机点亮然后是个三人残局呢，小陈的争胜面可能没那么高，但是现在有一个半血的野人，就是半血的野人倒地也好，他们选择的机子还是刚才那一台，那我觉得这把小陈可能要终结比赛了。等我来看一下，好像这边的机子确实不好弄，因为这边是一个半场的三连。仔细看了一下这台机子的选择也没什么问题，为什么呢？这是个半场的三连，野人那边在被追，离野人最远的就是这台机子了，不修这台机子好像也没什么东西可以修了。这里的话再给野人补状态，先把木偶师状态给逼下来，你还得再交一波路易回溯过头来
踹一脚吗？再踹一脚，给你踹干净。好了，慢慢打。小陈保平争胜，但是由于毕竟是个失场，哎我。完了，木偶师半血，这里挂过去还能干扰到密码机，这台密码机在歌剧演员的一个可控范围之内，野人这边上桌。好，那我回头去找这边的木偶师，先把他的路易骗出来，不着急的呀，对吧？板子可踹，回溯救下来。空军的话手里面有针有飞轮，先打一刀，打谁都行。最好是击倒了以后再去找木偶师。这边有没有机会能击倒？应该会有个十几二十秒的一个时间点来处理这边的野人，处理掉了以后不挂，直接杀过去，因为他的时长二十多秒 CD 好了。时长这边好了以后呢，第一可以看看能不能把木偶师最后的那一下路易打出来，第二呢守住机子再踹一脚以后再回头来打。要多抓呀，这边没办法，外面重新起台机子，因为知道你待会儿可能还会再 踹一脚时长，虽然说现在踹时长机子踹的不多，可能只能踹个三十，但也够用了。外面重新起机子，木偶师这边的话还有机会救人吗？先踹，踹完看情况。这边卡子哥空军有针，野人上猪，那追空军一刀飞轮顶掉。好的，这一波的话感觉得回头管密码机了。主要这几轮的一个控场过程当中呢，木偶师这边的一个最后那下路易都没有能逼出来啊，这个路易没能逼出来，就木偶师这边他可以继续给你这边密码机的一个压力。哎，砸头，难道说这也要打一个三人开门战保平吗？哎，差不多嘞，这架的韧性挂地下室了，这波野人一定挂地下室，我觉得要不直接亮吧，因为他知道密码机守不住了嘛，不挂地下室嘛，不挂地下室，不挂地下室，这里木偶师绕过来救人，空军这边，哎，空军是不是又摸了一根针啊？这把空军到底摸了几根针啊？这里空军把自己状态打满，哎，这个三人开门战我怎么感觉要平啊？追空军，密码机点亮，野人这边已经提前上桌，野人暂时处理不掉，把空军处理掉，挂上小陈这边是一个失场。哇，这要是平了，我觉得吉亚也算是打出风采了。过板刀，木偶师甚至已经是在教路易赶路了，再跑再跑再跑，还不好说，还不好说，因为歌剧赶过去，其实求者这边因为不是第一时间贴门的，这个门好像点不开。无心看到了野人，那还是多抓了，还是多抓了。虽然说求者勉勉强强是把这个密码机修完了，但是毕竟这个三人开门战没有人贴门。给到小陈的一个时间还是比较充裕的。恭喜 MRC 今天干净利落的一个2-0。